我们在佛法中还看到另一个原理原则，就是共业当中有别业，对，就是可能很多人都有这种灾难，对，哎，但是唯独呢，某几个个别的人他可以免除，对。您能教导一下大家这个方法吗？啊，这些别业的啊，都是善人，善人都是善人，心善对心善。 而且有很多的里头有一部分是累积的善，过去生中修的善，它有善因啊，决定是善，它善与善有感应啊。那念佛的时候，这更不必说了，那个效果是非常明显。就是这一世再加上学佛，那善就更大。不错不错不错。就是别人有这种灾难，我可能对对对，我们家人就幸免于难。不错不错不错，不错。嗯，很多人真的是因为他刚刚接触啊，他会半信半疑，这是真的吗？真的能让我们没灾难吗？因为很多灾难，尤其地震之后，很多人有这种想法。对。两类人，第一类是什么呢？看来钱不管用。 这个灾难一来，我是说没了就没了，不错。所以他呢，这类人是什么心态呢？我能多吃喝玩乐，我就赶紧享受啊，要不然说死就死啊。这是一类人。还有一类人，他发现呢，钱不管用，我还要找一个更好的方法，能让我们家人活下去，将来碰到灾难没事。对这两类人，您都有什么样的教导呢？这个中国。 我们祖传的教诲，就是叫你保平安的，就是叫你化解灾难。啊，你只要能信，所以信心决定一切。你看山西小月，为什么他这个病能够复原呢？没别的，信心。啊，这个事情，我记得我在20多年前在美国有一次感冒。 我就看个医生，医生也是中国人，啊，我跟他谈得很有缘。我告诉这个医生，我说病人病好的不是你医生治好的，他很奇怪，他怎么不是治好的呢？我说真的不是治好的，你给他治病是个缘，真正的因呢是信心。这个病人对你有信心，对自己有信心，对你的处方药物有信心。 药到病除。如果这个病人对你怀疑，对你这个药有怀疑，那个药吃的时候不会成作用。他听着觉得有道理，啊，他也承认，啊，他承认有道理，他确实有道理。啊，就是你医生的时候对病人没有信心，你治不好他的病；信心对医生没有信心，也治不好病。那您说到最后还是心，没错啊，谁把你治好的？你自己治好的。 像山西小雨非常明显的例子啊，在佛法里面，信心决定一切。那您说善心不可思议啊？啊，对，信心也不可思议。哎，不可思议！啊，善心的时候，你一定要相信善有善果，恶有恶报。啊，你能够断恶修善，什么灾难都没有。那这些经济风暴也没问题啊，也没有问题。 啊，因为什么？经济风暴是个假的，它不是真的。那什么是真的呢？啊，真的是你的修集积功累德是真的。啊，你说我们的祖宗佛陀教给我们怎么发财呀？啊，这是最初我刚刚入佛门的时候，26岁，张家大师教给我的。啊，因为他看到我什么？ 他们这些老人都看相啊！张家大师大我39岁啊，祖父辈的了。啊，我那个时候26岁啊，他65岁啊，啊，祖父辈他很喜欢我的，啊，那么看到我呢，命很苦。啊，这个我知道，因为我母亲过去给我算过命，啊，命里头啊没有财库，啊，就财库空空的，没有财库啊。 啊，这个，你就没有一生没有钱的，啊，命里头没有官印，就是无论干什么，你都不能做领导人，啊，就是个村长也没份，啊，你只能说帮助别人的时候，你就做不了主官，啊，这命里头没有官印，而且短命，啊，算我的寿命的时候只有45岁，我相信啊，啊，我相信这个寿命只有45岁，是我家里已经3代了，我的祖父45岁死的，我的伯父45岁死的。 我的父亲45岁死的，所以我那时候想，可能是遗传的关系，啊，所以我对这个完全相信。张家大师教给我改造命运的方法，啊，这个命里头没有财库吗？就叫我，你过去生中没有修财布施。 没送过钱嘛？我对对对，没有布施给人嘛，不施舍给人嘛，所以你这一生没有这果报，没有财富的果报，叫我修。我那时候真生活很困难，哪有钱？自己过日子的都问题都成问题了，啊，哪有钱来布施？常家大师告诉我，1毛钱也没有，1毛钱，1块也没有，1块也勉强，你就从1块1毛开始。 啊，那怎么布施呢？那时候因为刚刚学佛嘛，就有的时候到寺庙去，看到寺庙有放生的，拿到本子来捐钱，哎，我就捐个1毛2毛。哎，看到有的时候这个布施医药的，啊，贫穷人生病没有医药，凑一点医药费给他，那我就收个1块5毛，就从这儿做起。哎，以后真的越施越多。 你看现在这真做梦都想不到啊！我能够布施1万套大藏经啊！每一套这哪里能想到的？每一套是2000多册吧？大藏经没有，大藏经一套的时候是120册。120册。对，120多万册。啊，对，就是这样啊，那谁想不到的事情啊！您给这个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一次捐款就3000多万，对是啊，很多人奇怪啊，对是啊，这老人家哪来这么多钱？啊，这我的钱不晓得从哪来的。 来了就布施掉，需要就有吗？啊，对，需要就有，真的是要多少就有多少，他也不会多给你，也不会少给你。啊，所以我就有了信心吧，越施越多，越多越施，你可不要留，积财伤道啊，啊，财不可以积啊，像水一样，水要让它是活水，流动的，你堵到不流，它就变成死水，死水将它变成臭水沟。 那就错了，所以有财，你看需要用的地方就尽管要让它有用。那您知道现在经济学家讲要储存这个外汇储备啊，要把钱大量的存起来，存到最后美金变成一文不值，全丢掉了。你为什么不拿这个钱的时候去救济这些苦难人的时候，那叫布施恩惠啊？那你那个钱才永远存在。 其实这个中国古人早就教我们了，多藏必厚亡啊，对是啊。但是经济学家说那个，哎，多藏会，今天这个经济学家就是多藏厚亡啊。哎，总有一天美金变成废纸，一文不值。啊，为什么呢？美金今天存在在全世界，靠什么？靠大家对它相信信心。它有没有世界东西啊？哦，拼命在印。 拼命在印，因为大家相信他，就那个信心，这个信心产生危机，那么他一文不值，他后头没有东西啊。美国这个我住在美国的时候，美国已经花到第4代了，把子孙后代、啊、对对对，已经花到第4代了，这怎么得了啊？我们中国人是省吃俭用，留一点给子孙的，他把子孙都花光，那不是缺德吗？是用中国话讲，是缺德。 所以那像不能住啊！我在那里住了几年，了解，我都劝中国人呢，赶紧回国啊。我一帮啊，对是啊啊，我一帮不入啊，就这样。他就问我，他说：“那你为什么到这儿来？”我说：“我跟你们不一样啊！啊，我说我到这儿来，我就是想回老家。回老家为什么到美国？就从美国架个桥回去。哦。啊，为什么呢？那中国人相信外国吗？” 那我从外国回来的时候，他们对我就相信了，如果我没有到外国去，他对我就不相信了。这是方便。对呀、啊，所以我来是架桥回国的。啊，目的地还是在老家。对，不错，我不是来到美国来定居的，我没这个意思。您架这个桥在美国待了十几年，我是跟美国布施结发缘呢。结缘。要从美国跟加拿大，啊，每一个城市，我是住在那边，每一年的时候一定都要去转一圈，10几个城市。 实际上，多藏厚亡也是个原理，对，那是真理，绝对不可以啊！你有法，法要布施，法不布施的时候，那就更缺德啊！那确实，你有好东西，你比如说你是医生大夫，你有秘方，你不传人，你就短命。 这个在中国五伦八德里边呢，这个先人，比如说做父母的，一定